他可能情绪比较激动吧，婚礼氛围呢也比较好，就是比较激动比较幸福的那种感觉吧。从彩排的时候就一直在哭，整场婚礼大概持续了40多分钟吧，他大概哭了有将近半个小时吧，从开始几乎一直断断续续的都在哭。新娘呢脾气特别的好，特别的乐观，也喜欢很喜欢笑，然后就一直在安慰他，他就对这个新娘特别特别的中意吧。可能两个人一路走来可能也是特别的艰辛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也有一部分啊都是深受感动，就是也就跟着流泪了，我也很受感动，我觉得可能这就是嫁给爱情最美的样子吧。